走进。我在浴室洗澡，但是浴室里没有浴巾了，你能给我送一条进来吗？你不是一直想看见四处吗？这是我做的设计图，我希望在你未来的世界里能够有我的位置，那你交给我好吗？我是你男朋友，为什么什么都要跟我分那么清楚？我跟你分那么清楚是因为我有自知之明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不般配，不如借此机会跟他一刀两断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到12点，中天娱乐台，我喜欢你。